是因为是江宏杰，所以可以吗？不是，如果是前姐，我更。这是假的，你也是全明星的粉丝吗？我先找，我先找。不行，首先有一个超难超难的任务，跟植物导演无关，是我自己本人的任务，就是新竹有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咖啡厅。然后今天录影时间是礼拜天，对，不可能有位置。没事啦，就看你红不红喽。你有想过你运动员就球打着打着，有一天突然变明星了吗？没有哎、欸。那你变明星目前还习惯？他的个性是属于那种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管我。我觉得他在骗人呢、欸，刚 GoPro 装好，他这边照镜子照的跟谁一样，他自己那边哎、欸、好看哦，蛮帅的哦，这样骗人的，要学会这样分色，然后就是然后大家有需要的时候来帮来帮帮，没事就是安安。不是你好什么好啊？我没有在教导你，我在讲我自己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他在看。不是哦，你在看路对不对？你是在想公道五路三段走，到底怎么走？就正要问你们，看一下这个导航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跟你俩真的太熟，我都知道你们俩在干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右转了。好，右转啊，你转啊。你转，你又在敷衍我们。啊，好紧张哦，这样子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大家就知道是我们了。完蛋了，小心小心。快，我来。对，来，我们先演练一下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怎么讲？哎、欸，我说不好意思，请问三位有位置？哦，这么一般的那个，这么一般的问法。然后我们先，哦，不知道，先看店员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如果是男生比较好，然后女生的话试看看，我来试。不好意思，你好。我们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就是我们在录一个新的节目，然后不知道你们 O 不 OK， 我们刚好有没有三个人的位置，可以？现在吗？三对。如果是两位挤一下的话，这三个人挤一下可以？对，可以。可以。对，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还带了差不多三只狗。狗是可以进来的，狗是可以啊，进去可以，是因为是江宏杰，所以可以吗？不是，如果是前姐，我更。这是假的，你也是全明星的粉丝吗？我先找，我先找。不行，你先，人家是粉丝，你要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他，人家有看节目啊。谢谢。那你是支持蓝队的，是吧？喂，别这个不要这样。确认一下，确认，没事，都支持，都支持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还当骗子？你好，来哦来哦，我们来坐位置。这，啊，终于就定位了。有别的客人哎，我是要讲一下亲身事。你们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吴宗宪没有来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想吃一些熟食，干咖喱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要自拍是不是？对，很可爱哎、欸。好，现在所以就是，没事。好，你今天丑一百了，丑一百，在外面大叫就是丢人现眼，不行！你看他那眼神，你看他眼神，no。没事，我们会处理。不叫，好。然后呢？要求是你的专业，所以就是。